好，现在有同学问说，讲义在哪里？哈，那我在礼拜前两天的时候，我有直接我有发信给各位哈，就是有公告哈，透过这个公告发 email 给各位。好，然后那个或者是你现在直接到我们课程的讲义下载区。好，我在教材哦，应该说教材啦，教材区我就有放讲义。好，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你还没有下载讲义的，好，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跟你说一下来，你就直接看到这边哈。我现在看一下这个画面哈。我们在我们这个班级的课程里面，好，课程里面，各位同学，你可以看到哈，你进到这个课程哈，一一会考直播，我们这一门课里面，你可以看到教材区，对不对？这个教材麻烦你点一下，好，所以你点一下这个教材，好。教材区，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教材区有上课讲义档案、必备文具用品。好，那点一下就可以，有开出来哈。你可以看着我这个页面哈。那这里呢，网络有点慢哈。这里面呢，总共有两个档案。好，那第一个106、107、6级分样卷4张，这一份今天还用不到，我们今天只会用到这一个讲义，好，下面这个。那总之这两个讲义是我们这8个小时的课程，总共4次，连续4周的课程，所有的讲义就在这里。那我们今天会先用到这个国三作文专题的会考作文抢分攻略这个讲义。好，我今天会先用到这一份，然后呢，我们最后一堂课才会用到另外一份讲义。好，那这个讲义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各位同学请先下载。好，请先下载。那如果你家里有印表机的话，建议你先把这一份讲义，哈，国三作文专题会考作文抢分攻略这一份讲义，请你先列印。好，先列印。那你至少先列印前两页。我们今天呢会上完前两页。好，今天会的进度是前两页。好，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列印。那如果不方便的话，你至少先把档案下载下来。好，先把档案下载下来。然后呢，等一下呢，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自己拿笔记本先做简单的笔记。好，如果你家里没有印表机的话，那就麻烦你先把档案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时间已经7点半了哈。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7点半了哈。好，那现在呢？刚刚同学们有听到我说明哈，刚刚那个讲义下载在哪里的同学哈？好，那麻烦你哈，就自行下载啊。那如果你是比较慢进来的，你刚刚没有听到的话，麻烦哈，麻烦你，麻烦现在才进来的同学，好，之后自行到教材区，好，教材区去下载讲义。好，那这边呢，有很多同学很有礼貌跟老师问好，哈，好，那非常欢迎各位同学们参与这一系列的课程。好，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当时公告是限制人数是一百个人，哈，100个同学参加。那但是后来因为报名非常踊跃，哈，我今天下午看的时候已经，报到110个，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超过110个，哈，我也不晓得。好，但是承办人有跟我说，哈，通常呢都会多开放一些同学报名，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先前报了名，那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后来就没有上课了哈。那我们今天呢线上会有多少人也不确定，我目前看到参加者目前显示是69位。好，那目前显示哦70个了哈，目前显示70个，那我们现在就放着不管它哈。那总之我们现在就因为时间到了哈，我们就要开始上课。好，那其他同学就陆续进场。好，那我再次提醒哈，就是你比较慢进来的同学，麻烦你之后自己去看回放，好，然后找到教材区自行下载讲
讲义，然后你看回放，好，我的说明，好，麻烦你自行下载讲义，好，下载教材。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哈。那我们前10分钟呢，我先简单的介绍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连续4周我们上课的方式以及上课的进度。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开始一步一步的来谈，好，我们会考到底要得到六。要得到六积分，到底要做到哪一些条件，好，才有办法得到六积分？好，那这里呢，其实各位同学，你可以现在应该大家那个声音的效果什么的，应该是都没问题。我刚刚已经跟同学确认过了哈。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正式进入今天我们的课程。好，那现在我把这个页面哈，把它放大哈。好，那现在呢，各位同学。这里呢，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讲题哈，会考作文抢分攻略。我们在讲之前呢，麻烦各位同学先确认一下哈，刚刚已经请同学先确认讲义，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还有讲义跟样卷哈，就是我们刚刚在教材区哈所放的讲义跟样卷。那除了讲义样卷以外呢，这些文具用品，我相信各位同学们红笔、蓝笔、黑笔应该是不会有问题。那绿色的笔呢，如果你今天没有关系，可是麻烦你哦，就是这礼拜找时间去买。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用到绿色的笔了。好，那接下来就是荧光笔哈，今天呢就需要用到这三色的荧光笔。如果你没有这三个颜色，麻烦你现在呢，可以找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色铅笔，或者是彩色笔也可以。总之就是要这三个颜色哦，不可以是其他颜色哦。好，所以这三个颜色它是有特定的意涵的。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上课会谈到。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麻烦你就是把这三个颜色的笔好都准备好哈。那很抱歉哈，因为前两天我有发公告讯息给各位同学，那也许有些同学没有收 email，所以呢没有。有注意到那个课程公告，所以你可能不清楚要准备哪些文具用品，好，也不知道要印讲义，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如果你讲义没有印的话，你自行抄笔记也可以，之后你讲义再补上就好。然后呢，文具用品的部分呢，好，那我们只能说，如果你缺乏的文具用品，你到时候你自行用图示的方式自行标示。好，那总之呢，等一下我用不同的颜色做不同的记号，都是有其用意的。等一下我都会解释说明。好，那再来呢，就是准备尺，这个我想各位同学不会有问题。那如果呢，你这些文具用品都有的话，麻烦各位同学，你就直接把这些文具用品从铅笔盒里面拿出来，放在桌上以备用。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马上进行今天的课程。好，那在上今天的课程之前，我想应该要跟各位同学们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一系列4堂课的课程，好的内容哈。那各位同学，你去看到这个课程大纲，你就会发现我们这4个礼拜，从4月中旬和中后旬，然后到5月初就会考的前一周，好，这4个礼拜我们的课程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这4个礼拜其实是连贯的课程。好，因为呢，承办人员今天特别有跟我说，有些同学好像以为这4次课程是不是只要任选一次参加就可以哈？并不是哦。好，这四次课程是连贯的课程。好，这四次课程是连贯的课程。所以呢，我们会从今天的第一次课程，先跟各位同学们去把会考作文做的重点，好，包含题型的介绍、题型的划分，以及得分的要点做说明，然后带着同学们精准的审题。好，特别注意了，这边的审题是谈精准的审题。那为什么要精准的审题呢？因为如果你想要六积分，你审题不精准，那就会有偏题的问题，那就跟六积分绝缘了。那我想各位同学们应该至少想要5级或6级分吧。好，所以呢，4级分哈，这个是我们只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同学哈，大概都可以很容易得到4级分。那我想我们多花了8个小时在线上听这个课程，我相信各位同学应该是有挑战6级分的渴望的。好，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可以有六级分
的机会，于是呢，我们审题就一定要审得精准，而不是只是看懂题目在问什么，写一些相关的内容而已。我们要写的是评审想看的内容，所以审题审得精准，我们今天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谈这个部分，大概会花一个小时。好，接下来呢，就是遣词造句。那遣词造句主要是要去谈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汇去造出什么样的句子，这个会影响到你有没有五六级分的机会，因为很多同学没有办法达到五六级分，都是卡在遣词造句上不去。好，那这里今天也会教各位同学如何让你看完题目以后只要写对东西，那遣词造句能够练到一定的水准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最基本的五级分哦，就是你遣词造句有做到就可以得到五，而不是只是四哦。好，最基本的四级分是几乎八成左右的学生都可以做得到的。那我想我们就要是那种最后面那两层很多同学做不到的遣词造句，我们要把它练上来。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我们大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基本的练到五级分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章法结构组织的练习以及利益思想的训练。那这两个的训练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考场上必须快很准，不容你有任何时间的浪费。好，基本上就是看完题目以后，你大概想五分钟，确定我要写什么，我要取材一项还是三项，我要用哪一种章法结构去布局，然后你就会噼里啪啦的一直写，然后写到都停不下来。必须要这个样子，你才有办法能够写到一定的字数，然后得到你想要的分数。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练章法结构组织，而且章法结构组织是可以让你的文章能够严谨、有逻辑、有条理。好，所以章法结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懂章法结构，你可能就是写了第一段以后，然后再去想第二段要写什么，写完第二段才在想第三段要写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保证写不完，或者是保证字数写不够多，所以就没有办法到六了。好，于是呢，我们必须要去处理章法结构。那章法有分基础章法好跟进阶章法，那我们会在下个礼拜先去谈基础章法的灵活运用，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先去谈利益思想好的训练，那最后呢，我们再回到进阶章法。好，那为什么进阶章法这放在最后呢？因为这会跟利益思想有关，你必须要先去了解利益思想以后，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要转。好，这个转呢，主要就是转折的设计。转折的设计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你有没有六级分的机会。好，都在转折的这个关键。好，那这个部分我会一步一步的来跟同学们透过六级分的样卷来做具体明确的说明。所以呢，这里先跟各位同学们说明我们这四周的课程好的进度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你想要六级分的话，麻烦务必后面这三周千万不要缺课，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只能让你得到五级分。好，听清楚哦，我们今天只能教你训练，好，今天教的只能让你到五级，还没有办法到六。如果要六的话，要加上后面这三周。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我们今天一堂课可以到五，为什么后面三堂课才增加一级分呢？其实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那一里路是最重要的。很多同学都是在五要爬上六这一关去卡住了，或者是更多同学是四到五就被卡住。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要教你，你不管你现在是零一二三四哪一个级分，我们今天的课程讲完，你都应该要能够到五级分。然后呢，我们下礼拜开始就是要做由五进攻到六的练习。好，以及章法的相关训练。好，那现在呢，我们这里跟各位同学说明完了以后，好，我现在刚才的说明都清楚的同学，麻烦在我们聊天讯息栏写个一。好，那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在举手，我不晓得举手是怎么了。
好，那同学，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麻烦在留言区留言哈，因为举手的话，我不太确定是怎么回事哈。好，那麻烦有问题的话，你就在留言区留言哈。那因为我们的课程有进度的压力哈，那所以呢，我想这边各位同学，我可能没有办法让各位同学能够有很多的讨论时间，所有的讨论我都会运用聊天讯息栏这边，请各位同学回答，然后大家一起看彼此的回答。那原则上我不会有时间让你们开麦克风，好，因为开麦克风有时候我们要去，有时候有些同学麦克风可能也没办法用，然后我们要等待的时间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呢，我们就不去让你们哈有实际上的语音的对谈。好，那有任何问题，麻烦都在聊天讯息栏留言。那我跟你们的互动，我也会透过聊天讯息栏，请你们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好，确认你是否有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好，那原则上我们就这样。好，不然上课的进度会来不及。好，那现在呢，各位同学，我把今天我们第一次课程，我们先做介绍。哇，我现在看到人数已经到99位同学的参与了哈。好，那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听说这个课程哈，常常报名的人数很多，但是实际上上线的同学可能不到一半哈，但是我们竟然有这么多同学都有上来哈，好，那这边我们既然花时间了，我们就必须要有效果哈。我想这样子才对得起各位同学哈，然后你们也对得起自己。好，那现在呢，我们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课程哈。我们已经把前面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做说明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今天的课程。好，那这边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我现在继续哈，用画面播映哈。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会考作文呢。这里我白色的字写到新世代的会考与挑战，旧经验的承袭与精进哈。简单来说，就是旧经验就是过去机测的旧经验。那各位同学，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过去机测我未曾参与，对，没有错。但是你必须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好，那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各位同学，现在呢，你们要考会考，你必须要以前你们学长姐考机测的时候，他要在文章里展现出的能力，你现在在文章里都要有，而且呢，你现在考会考又有新的挑战，你必须还要会更多才有办法得到60积分。也就是说，以前你们学长姐考机测的时候，他可能写到某个程度，他就可以60积分了。可是你现在写到那个程度，可能只能5积分，你得不到六。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会考的作文，我们有更多的期待。那这个期待究竟是什么呢？等一下呢，我们就会一步一步来跟各位同学说明。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不管是机测作文或者是会考作文，你一定要知道的三个重点就是这个。尝试知识见识，那这尝试知识见识究竟是什么呢？我现在来简单做说明。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粉红色的这个尝试，哈，尝试呢，就是你的生活经验，你的生活经验。好，那凡是你跟你的亲朋好友、师长、同学，好，等等的互动，这一些都是尝试，也就是你过去跟你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们之间的相处互动，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一起做了些什么，这一些都属尝试的范畴。为什么属于尝试呢？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包含你，都不是名人，你们都是一般人，并不是名人，所以你们之间的相处互动都属于尝试。好，那相对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跟名人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回想以前你们小时候，如果有学作文的话，有学过作文的话，老师可能都会，帮你补充一些，就是
古代的名人事迹呀，好，比如说勤劳的例子有哪一些呀？努力的人呐，有哪一些呀？然后他做哪一些事情啊？好，等等的，像这些名人事例，它当然属于知识性。那名人讲的话呢，也当然属于知识性。好，所以我们以前呢，在看一些作文的相关教材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各个题目啊，有哪些知识性的内容，好，知识性的证据，好，可以作为佐证。好，那这些当然属于知识。那但是呢，现在老师要提醒你的就是，知识它不仅仅只限于古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而是如果你可以写出你生活中的知识，那也算。而且生活中你接触到的近代的知识会更好。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好，你喜欢追剧。你能够去引述这个电影在演什么，这个剧的剧情大纲是什么？你能够引述进文章里，那这个所引述的内容当然是知识。好，比如说呢，剧情梗概，或者是里面的哪个人物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好，这个也都算是知识。那或者是如果你喜欢听音乐的话，好，你能够引述五月天的歌词，引述个两三句，好进来哦。然后呢，哪一首歌好？然后歌名是什么？然后歌词引述个几句，好，那这个呢，歌词的部分当然也是知识。好，那或者你喜欢看展览，好，不管你去看什么展览，你能够写出那个展览的名称，然后大概介绍这个展览的主题呀，然后内容啊，甚至你能够去介绍里面的某几项展品或某一项展品，可以写出展品的名称以及展品的特色啊。比如说，如果是参观画展的话，你能够去讲出，哎，这个画家哈是什么名字，他的知名画作是在什么时代，然后是在时代上的意义是什么，在画作的历史上的意义定位又是什么？然后他的画风有什么样的特色？你可以写得出来。那这一些介绍也都算是知识性。所以简单来讲，只要是跟名人有关的一切，不管是古代的、近代的，都算是知识。好，所以这个就有别于你生活中的常识，这样清楚吗？好，那再来呢，就是见识。见识呢，其实我们说比较高明的见识就是独到的见解，好，独到的见解。那各位同学，你去想一想，要有独到的见解难不难？其实很困难，尤其你在考场上50分钟写一篇作文，你要能够有多么独到的见解，其实并不容易。好，并不容易，所以这个见识，我们不要把它局限于只在谈独到的见解。凡是你只要能够去谈一些人生智慧哲理，人生智慧哲理，或者是你可以去谈一谈展望未来的态度，而且这个展望未来的态度能够符合阳光、积极、正向、健康的原则，好，那这样子也算。也就是说，你对于事情的看法能够持正面、乐观积极的态度去展望未来，这样子也算。所以我再帮各位同学简单整理一次，见识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最高层次就是独到的见解。那我们以会考作文来讲，只有极少数的6级分样卷里面有独到见解，那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做到。那再来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独到见解的话，那我们可以退一步去谈人生智慧哲理。那第二个人生智慧哲理，相对于独到的见解来说，就简单多了。好，人生智慧哲理。好，那再来呢？好，如果你连人生智慧哲理都没有办法，那你最基本的，好，最基本的去谈一谈展望未来的态度。你如何透过过去的经验，然后呢去展望未来？那你如何正向看待你的未来？然后如何积极作为？这样也可以，这是最低的标准。好，所以三个层次。好，所以简单来讲呢，好，我们在机测会考作文里面，如果说你能够这三者兼具哦，那是最好的。好，如果三者兼具，尝试知识、见识三者兼具，这是最好的。
那但是我们从六级分的样卷来看，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很多六级分样卷都没有见识，没有高明的见解，只有符合，哈，没有，就是说他的见识没有到独到的见解，他顶多见识就只是什么，就只是阳光、积极、正向，哈，展望未来的态度，最基本的有做到而已。好，那但是呢，好，但是呢，各位同学，你去想哈，有做到至少正向的去展望未来。好，那这样以一个国三学生来讲，其实就够了。好，那当然你能够提出人生智慧哲理，甚至能够提出独到见解，那当然是更好、更高明的。但是大部分的其实是做不太到的。好，那所以我们只能说，退而求其次，最低的标准就是要符合阳光、积极、正向、健康的展望未来态度，这个也可以勉强算是见识。好，那这边呢，我们先谈到这里。好，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来喽。各位同学，如果你在会考考试的时候，好，你能够这三者兼具是最好的。可是如果做不到的呢？做不到这三者兼具，或者是说你不确定你的见识能不能很高明，能不能提出人生智慧哲理，能不能有独到的见解，那你至少让你的文章里面有常识、有知识。因为会考六级分的样卷，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六级分样卷都是尝试自己的生活经验，再加上知识性的导入。好，尝试加知识，或者是尝试加见识，大部分是这样。好，所以就是尝试加知识，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尝试加见识。那第三种最厉害就是这三者都有。好，所以如果可以三者兼具，当然最好。好，那这边呢，我们先做这样的说明。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的文章见识性不够的话，你知识性多一点，其实也是有加分效果的。好，那现在我们先对于尝试知识先有这样的说明跟界定。界定完了以后呢，好，来，现在呢，我们先做这样的界定哈，来，先确定我讲的都听得懂，目前截至为止都听得懂的，写个二。请在留言区写个二。好，尝试知识见识先区分清楚。好，如果我刚刚讲的你都听懂喽，好，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好，那谢谢这些同学的回应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就全部确定哦，是不是九十几个同学都听懂了哈？那我们现在大概应该有一大半的同学都 OK 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那既然这样的话，好，我们明白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各类题型喽。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会考作文的重点了。会考作文题型呢，取向分成三大类，哪三大类呢？就是感性、知性、假设这三大类。如果各位同学你有把讲义下载下来，或者是你已经列印出纸本的话，更好。好，那如果没有列印出来，没有关系，你等一下你自己先做笔记。好，之后再列印补上去就好了。好，那麻烦你现在看我这简报哈，感性、知性、假设这三类题型哈，是会考作文的题型，而且会考作文就只会考这三类，不会考别的了。为什么？因为别的类别呢不符合会考题型的取向，所以不会考。也就是说，会考作文它只能考这三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三类呢。好，这三类有感性类，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我有列出来哦。请看我现在 PPT 里面的紫色的字，紫色的字，好，全部都是会考的考题，从103年到去年110年。好，我全部列在这里。好，看紫色的字就好。好，然后呢，来，有没有发现前面有数字，对不对？数字是什么？数字就是年度。好，哪一年考哪个题目？好，讲清楚吗？好，那再来，蓝色的这边呢，这个是以前机测时代的考题，我们先不管它，因为离你比较远的。我们现在去谈近8年会考考题就很充分了。好，我们就看这8年就好了。那实际上从以前机测时代到现在的会考都一样，总共已经考了20几个题目了。好，包含这8个会考的考题，已经考总共从机测，民国96年开始考机测，然后考到现在已经考了20几个题目，因为
机测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年考2次机测，好，所以一年有2个题目。那累计到现在已经有20几个题目了。那这20几个题目呢，全部好打回原形就是这3类，好，所以没有别的哦。好，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要搞懂这3类的差别，然后呢，找到方法去处理它。好，每一种类别的作文，它会有写作不同的取向。好，所以我这边呢，要教你的是精准审题，而不是看到题目，然后就噼里啪啦写一些跟这题目有相关的东西，然后篇幅比例配置错误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可能没有办法6几分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先看到这边，然后呢，来各位同学，你去看到有没有发现，我们以会考近八年的题目来说，感性类是不是考过3年？知性类考过3年？假设类考过2年，103跟109考两年。好，那所以332，那我今年我也不知道会考哪一类。好，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感性考过3次，知性考过3次，那今年应该考假设吧？假设只考过2年，哦，其实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你去看到哦，感性类是104、105，然后接下来呢，就一直都没有考感性类。可是今年突然间又蹦出感性类的题目，好，应该说去年啦，去年未成功的物品展览会又突然间出现感性类的。好，那知性类连续考3年，那假设类呢，是从103年考了一次，接下来就很多年都没有考，然后到前年109又在考假设类，而且是不同的假设类别。所以呢，我这边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今年会考哪一类，但是我可以100%确定的就是，一定是感性、知性、假设这3类其中的一种。好，绝对是在这3类里面其中一个，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我不能确定。好，那这里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这3类都搞懂。我们透过这4个礼拜的课，我们可以把这3类全部搞懂。那打通任督二脉以后，不管考哪一类，你都可以搞定它。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如果你有把那个荧光笔准备好的同学，麻烦你现在呢就拿荧光笔黄色跟粉红色。好，先做一件事情，好，先去感性类这个地方。好，麻烦你画线段。那这个怎么画呢？好，如果你有把我们的讲义印出来的话，麻烦你就是从后面黄色后面画往前画，黄色荧光笔画1公分，麻烦黄色画1公分，然后粉红色画3公分，往前推3公分，就是3:1。好，那现在给你20秒的时间。好，粉红色、黄色3:1，麻烦画出来。好，你画好了以后呢？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讲哈，这边为什么要画这个线段呢？是要让各位同学更具体的结合图像记忆，来理解每一类别的会考作文到底在篇幅比例配置上，好，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配置才会是比较合理的，比较符合评审期待的。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感性类，我是不是请你粉红色画3公分？然后黄色画1公分在后面，对不对？那这个粉红色跟黄色是什么呢？好，麻烦你现在在粉红色这个地方，请写上4个字，过去尝试。麻烦写过去尝试，也就是写感性类的题目，你一定要写出你过去的经验，你过去跟你的亲朋好友、师长等等的互动，都是已经发生的过去。好，然后这一些都属于尝试的范畴，我们刚刚解释过了。所以粉红色代表的是过去尝试。好，那黄色的究竟是什么？现在先卖一个关子。好，先卖一个关子。那现在呢，我用这个好来解释这三个题目哦。首先，我们先来看104年舍不得这个题目。104年考舍不得，我不知道各位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哈？当年考完的时候，新闻媒体大肆的报道，好，报道什么？报道很多学生都在写阿公阿嬷死掉，好舍不得。
好，我不晓得各位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哈，但是很多国文老师应该都很有印象。好，当年很多学生在写阿公阿嬷死掉好舍不得。好，然后呢，这些学生呢几乎都只得到3分或4分比较多，只有少数能遣词水准好一点的得到5分。好，那但是极很少得到6。好，来这个题目。写阿公阿嬷死掉好舍不得，为什么很多人都大概只有4几分，甚至只有3呢？好，那些同学是怎么写的呢？好，那我现在大概讲一下给你听哦。那一些得到3、4几分的同学写阿公阿嬷死掉好舍不得，好，得到3、4几分的同学，他们写的呢，就是文章呢前半部呢就在写说啊，小时候啊，阿公阿嬷多疼我啊，然后带我去哪里玩，买什么东西给我吃，那就算我有无理的要求，他们也会尽可能的满足我。然后我犯错的时候呢，常常呢，他们都会出来护航啊，然后呢，让我免于挨爸妈的揍等等的。好，那总之呢，就会去写出过去阿公阿嬷多疼你，好，然后你们祖孙的感情有多么的好，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过去的尝试？好，那接下来呢，他进一步呢，进一步就在写什么？进一步就会再写说，那可是呢，现在呢，阿嬷哈或阿公已经离开了我哈，那也许有写出往生，有写出死掉等等的，那总之就是写说阿嬷现在已经离开了我，每次想到我都会觉得好舍不得，因为阿嬷以前真的好疼我，我每次想到就会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我真的好舍不得。好，那就是大概这样。好，所以各位同学想一想。他这样写的话，是不是全部都是粉红色的？全部都是过去的尝试，就是过去阿公阿嬷对我的疼爱，以及呢，阿公阿嬷死掉了，我好舍不得，我想起来都好难过，然后我都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我好舍不得。这些不都是全部都是过去吗？所以呢，来，他全部都是在写过去的尝试，都在写你跟你阿公阿嬷过去的相处，然后呢，你最后沉溺在情绪当中无法自拔，然后呢，从头到尾你都是过去的尝试，而且最后是没有办法跳脱那个舍不得的困境，也就是 EQ 很低，没有办法做高 EQ 的作为，而是一直不断的沉溺在情绪里面哭喊舍不得。那是像这样子，很多同学以为必须要这样才有一再的扣题，然后回应题目。对，没有错，是有扣题回应题目，但是却也显现出他没有办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现在素养导向的作文，其实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学生如何面对你生活中的困境，然后得到问题解决的能力。至少你要解决你自己情绪的问题，好，不要陷溺在情绪里面不可自拔。好，那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3、4几分的同学，恐怕就是爬不出来，无法面对问题，然后做比较妥善的处理、解决、好消化、好，所以只能得到3、4级。好，那现在呢，我们讲到这里哦。好，那显见那样子的写法，是不是全部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粉红色，都是过去的尝试，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感性类的不能只有过去的尝试，而是要有后面的黄色这段。那黄色这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来，现在呢，我现在来说，当年呢、啊。也有人是写阿公阿嬷死掉好舍不得，得到6几分的，就是因为有黄色的这一段。那这黄色这段究竟是什么呢？好，那我们先来讲那个6几分写阿公阿嬷死掉的，究竟是怎么写的呢？他写什么？他一样前半部，好，大概4分之3，文章的前面4分之3一样写过去的尝试。跟那些3、4几分的同学一样，都在写过去阿公阿嬷跟我的相处、跟我的互动，多么疼爱我，都一样，但是只限于大概篇幅的4分之3，好，是写过去阿公阿嬷跟你的相处和对你的疼爱，但是后面1/4就不是过去了哦，后面1/4会怎么写呢？好，比如说呢，我们会考的。6几分样卷里面，就有人写阿公死掉好舍不得，但是呢，他可以积极作为。好，那什么样叫做积极作为？我们举例来说，
好，你过去阿公多么疼爱你，你都写了。好，接下来阿公往生了，或阿公没有办法再跟你在一起了。好，那这边呢，你后面如何写出黄色的呢？好，那你就可以去思考，如果他写的是，虽然阿公已经离开了我，然而他过去为人处事的原理原则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却仍深深影响着我。截至目前为止，我都会谨记着阿公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会一辈子奉行不悖，并且把阿公未完成的遗愿，一步一步的帮阿公完成，让阿公能够放心的走，也让他为我这个孙子感到骄傲。好，来，现在我讲到这里，各位同学，你这样听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差别在哪？差别就在于他能够爬出阿公离开他的困境，然后呢，去记住阿公给予他的生活的一些或者是为人处事的原则的建议，并且能够积极作为，去思考阿公往生了以后，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陷溺在情绪里面哭哭啼啼，一直说我好舍不得，我一直哭，这些都没有意义。你必须要能够透过阿公生前的作为，然后如何影响到你后续的人生，然后呢，你后续的人生如何因为阿公而有积极正向的态度，那这个才会是重点。好，所以这个就是黄色的。那讲到这边，各位同学应该可以猜测一下，黄色的如果让你写四个字。好，在上面，像粉红色这边这样哦。如果写四个字，你要写哪四个字呢？好，大家可以先想一想。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来谈哦。来，黄色的到底是什么？其实黄色的四个字很简单，去定义它，就是未来的见识。好，未来见识。好，所以相较于过去，好，过去的尝试，我们后半部要谈的就是未来的见识，也就是透过你过去的经验，如何让你展望未来，能够提出见识。好，那这个未来的见识，我们刚刚谈到的，好，谈到的就是见识是不是有分三个层次？第一个独到的见解是最厉害的，第二个呢是人生智慧哲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呢人生智慧哲理都提不出来的话，你至少要能够展望未来的态度要符合阳光、积极、正向，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未来的见识呢，我用黄色。那为什么用黄色去代表呢？因为阳光、积极、正向的原理原则，好，展望未来的态度最基本。本的就是阳光、积极、正向，所以阳光是黄色，我就用黄色来替代。好，所以我这边用黄色。好，那接下来你可能会问说，那老师为什么过去的尝试是用粉红色的呢？原因是因为，好，过去的尝试是不是都是你跟你的亲朋好友的互动啊？那这些亲朋好友都是你的亲人，所以你跟他之间呢，可能会有比较多情感的交流。好，那这个情感的交流呢？好，情感的交流呢，可能是会让你比较有一些情感层面的，然后甚至是热血沸腾的。那你去想到热血沸腾、情感，好，这个血的部分呢，热血，好，热血，这个血是红色的嘛，所以我用粉红色去替代。好，所以你去想，好，过去的尝试，过去你跟亲人相处互动，好，是比较热血的。好，所以呢，这个就会是。会是粉红色的，好，那这样你就会记得，好，记得这样子的概念了。所以我们就要很清楚知道，你写感性类的，不是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在感性，而是更重要的是如何透过过去感性的经历，提出未来阳光、积极、正向的见识，这样才会是感性类文章要能够得高分，得到五六级的关键。如果没有黄色的，你是没有办法得到六积分的。好，那过去机测时代，尤其是像一百，对不起，像96年，好，夏天最棒的享受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第一年机测要考要积分，
整篇文章只要有粉红色的尝试过去的经验，把它写出来。好，你到底夏天最棒享受是什么？你把事件来龙去脉写出来就可以了。可是你现在呢？好，现在如果只是写出过去的尝试，是绝对不会有六的机会的，因为我们要看到你问题处理、面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面对的态度有没有见识性，能不能展望未来。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先用舍不得这个题目，好，用三四级分的同学是怎么写的，然后呢去对比五六级分的同学是怎么写的，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差别就在于未来的见识，这样 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是105年从陌生到熟悉，不管你是写对于人或事或物从陌生到熟悉的故事，这件事情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过去你的经验，所以是过去的尝试，但是一样只能写四分之三左右。可然后呢，来从陌生到熟悉，你过去的这个经验让你得到了什么体悟，让你也许可以明白，诶，做每一件事情一开始一定是陌生，可是如果透过练习，透过锲而不舍的练习，也许就可以渐入佳境。所以呢，让你未来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可以不畏惧困难，然后透过过去的经验，让自己勇于挑战未来。所以这个是不是透过过去，然后理解未来做事的方法，然后并且告诉自己未来不要害怕，勇于尝试陌生，因为透过努力，好，经过时间的积累，时间的推移，那基本上未来终究会是熟悉。所以这个是谈到未来的见识这一块。所以重点是透过从陌生到熟悉的经验，如何去让你未来能够更勇敢，好，能够呢更积极的面对未来。好，那一样是符合阳光积极正向的原则哦。所以这个未来建设很重要。好，那再来看110年的未成功的物品展览会。未成功的物品展览会，这个是去年刚考完热腾腾的题目。好，那这个题目很多同学，你们的学长姐很多人一定被他吓到。为什么？因为呢，看到这个题目就会觉得，哈，老师，未成功的物品展览会，所以这个题目是要写展览会吗？有些同学会以为说，老师这是要写我没有成功办展览会，还是要写出我办了一个没有什么人来看的展览，所以未成功的展览会，究竟要写什么呢？其实实际上这个题目跟展览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题目不是叫你办展览会，不是叫你写出办展览会的经验，然后到底办得好不好，都不是。这个题目呢，是要你透过一个物品，好，透过，注意哦，透过一个物品，然后呢，透过这个物品，然后连接过去未成功的经验，所以这个物品一定跟你过去未成功的经验有关。好，所以透过物品想起过去一段未成功的经验，然后把这个未成功的经验写出来，展览给读者看，好，展示在读者眼前，展览给大家看，所以才会有展览会这三个字。所以这个题目不是要你写办展览会或参观展览会，都不是。这个题目主要就是要你写你过去未成功的经验，把它展示出来给人家看而已。好，所以就是写一个未成功的经验啊。好，那未成功的经验，也许这个未成功的经验已经是确定失败的，好，就是你已经失败的，所以未成功。好，那也有可能是他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成功，但是还没有失败哦，好，不确定失败哦，好，所以他现在可能只是未成功，可是还没有失败。好，那不管是已经确定失败，或者是还没有确定失败的取材都可以写。那不管是怎样的取材，它是不是都是过去的尝试？你过去做某一件事情，你希望它可以成功，可是它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成功，或者是你希望成功，可是已经确定失败了，这是不是都是过去的尝试？你透过一个物品连接过去的回忆，把过去的这个经验写出来。写出来了以后呢，好，来，请不要就只停留在过去的尝试哦，而是把过去的尝试写出来以后，来，我们先去想，你过去未成功，做这件事未成功，截至目前为止未成功，或截至目前为止已经确定失败了，那一定有原因，对不对？你未成功，可是别人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也许别人比你更努力啊，所以相对的，是不是你可能不够努力，你太消极了，所以未成功，而别人成功了。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疏忽，因为某个疏忽，所以导致你未成功，也或者是老师告诉你说不可以这样，要怎样，你就是偏偏不听，所以呢，你未成功，可是其他同学都成功，因为其他同学有听老师的话，所以你未成功，他们成功，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任性，对不对？别人都已经告诉你要怎么样了，可是怎么做才会 OK，可是你偏不。所以未成功的原因有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写出你过去未成功的经验以后，你后半部要怎么样？要展望未来啊，去说明你未来要怎么样才可以迈向成功。那当然就是要检讨过去，然后以策立将来，也就是在你过去的经验里面发掘问题，你到底为什么未成功？好，或者是为什么你会失败？一定有原因。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任性不听劝告，或者是因为你的疏忽而导致未成功，也或者是你自己不够积极，所以不够努力，所以未成功。这些就是原因。所以，如何检讨过去，策立将来，写出未来要如何调整，让自己未来有机会迈向成功，这个才是得到六级分的关键。好，所以各位同学，我现在这样子讲解完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黄色的这一段非常重要？不管前面要你写的过去经验是什么，你后面就是要有展望未来的态度。好，展望未来的态度，这个见识要能够提得出来，讲清楚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如果你黄色的这一段都没有，那不好意思，你遣词水准就算再怎么好，你的取材再怎么特殊，你都不会有六级的机会，因为我们看不到你展望未来的态度，你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问题，然后如何去解决问题。好，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好，那这个呢是感性类的。好，那感性类的呢，我们现在这样子把它讲完了以后呢，好，来，现在呢，先跟各位同学先确认一下，好，先确认一下，截至目前为止都听得懂的写个三，一二三的三。在留言区，请写个三。好，现在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对比哈，对比就会知道感性类的到底要怎么写才可以到六。好，那目前都 OK，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喽。好，那现在各位同学，你可以看到画面下面的线段是不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变化，对不对？好，那不要紧张，不要担心，我现在继续跟你说后面几类的差别是什么呢？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好，感性类的我们搞定了以后，理解六级分的关键在哪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知性类的喽。知性类的线段，麻烦你这样子画。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多了什么？多了蓝色的，对不对？多了蓝色的。好，来，现在我先跟你说，粉红色的请画1公分就好，麻烦你对齐哦，从这个感性类这边对齐，对下来哦，对下来，然后画1公分。好，请你粉红色画1公分。那然后呢？蓝色的呢？好，蓝色的呢要画蓝色跟黄色的分别1公分，1.5啊，1.5，好，就是各一半，蓝色跟黄色各一半。好，画好了以后，麻烦各位同学想一想，你觉得蓝色的是什么？我这里故意不把字打出来，麻烦你好，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你猜测，现在来猜测一下蓝色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两个字，两个字。好，知识来，非常棒哦！刚刚这个不，那那，刚刚这个第一个回答的同学非常优秀，非常厉害。好，目前已经可以回答出知识的同学，代表你的敏锐度其实也很高，你刚刚也都有专心听懂我在讲什么哈，恭喜大家哈！好，来，现在呢，来。麻烦你自己在蓝色这里哦，写上知识。好，你线段画好了以后，写上知识。好，写上知识。好，那这个呢？这个知识哈，在这里哦。好，所以这个知性类的题目跟感性类就很不一样喽。知性类的文章里面要带入知识性的内容。那知识为什么没有写过去未来呢？因为知识。过去的知识当然是知识，现在的知识也是知识。那未来呢？未来究竟会怎样还不知道。那这个知识我们不需要去分时态。好，那知识呢？不管是过去的知识，或截至目前为止你所知的，好，总之就是过去跟现在的知识都 OK。
好，所以我刚刚已经解释什么叫知识了，对不对？所以你麻烦你自己写知识两个字，写在蓝色这里就可以了哈，写知识。好，那既然这样，来，我们现在来解释资讯类的题目。好，资讯的题目，这三年，106到108，连续三年都考资讯类，我们用一个题目来解说就好。来，从106年的这个题目来看，在这样的传统习俗里，我看见，有没有觉得这个题目跟感性类的就很不一样了？你要在传统习俗里看见了什么，就不是只是表象。好，他要你看的就不会只是表象，他希望你能够看到更深入的东西了。好，那这到底看见了什么呢？这个是会是后面的重点，也就是未来的见识啦。你未来的见识到底看见什么？好，那这个在传统习俗里，好，这个传统习俗呢，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哈，一样我用对比的方式哈，你去比较一下三四级分的人怎么写，然后五六级分的怎么写，你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好，那首先呢，来，很多三四级分的当年都在写什么？当年都在写三大节日，好，传统习俗，好，三大节日的传统习俗里，我看见什么？这三大节日就是中秋节、端午节和过年，好，中秋、端午、过年。好，那中秋、端午、过年呢？好，就是中秋节，我们全家人围炉赏月、烤肉，好，吃月饼，哈，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哈，这样，然后呢，最后的心得呢，哈，就是写，感谢有这样的传统习俗，让我们全家人能够在这样的节庆里面，全家团聚，共享亲情之乐。好，这个是中秋节。好，那总之就是写你们全家如何吃喝玩乐，吃，然后赏月啊，烤肉啊等等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之后共享亲情之乐。好，那你想看看端午节是怎么样？端午节当年也是一样哦，很多人都写，哎，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全家去看划龙舟赛啊，然后吃阿嬷包的粽子啊。好，那然后呢，感谢有这样的传统习俗，让我们共享亲情之乐，是不是又是一样？吃喝玩乐，共享亲情之乐。好，那过年呢？过年也是一样啊，好，去写到那个围炉啊，吃年夜饭啊，发红包啊，好，放鞭炮啊，好，是不是一样？吃喝玩乐。然后呢，感谢有过年这些传统习俗，让我们共享亲情之乐。所以各位同学，你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其实蛮可笑的？当年很多同学哦，而且超过一半哦，这三个传统习俗加起来是超过一半的比例的同学都在写这一些，而且分数就是只有3分、4分。为什么？因为他们写的都是吃喝玩乐、共享亲情之乐啊，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得到六级分。好，那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的呢？好，那跟各位同学说明一下哈。我呢，因为我106年我就去大学任教了，我在现在在淡江大学的师资培育中心，所以呢，我是没有资格去参与国中会考阅卷的。可是呢，可是我的很好几个同事，还有几个学长姐，他们是每年都会。就是以前的同事，好，那还有几个学长姐，他们是每年都会去参与国中会考阅卷。然后呢，我每次呢，他们阅完卷以后，我就会跟他们约吃饭，然后跟他们聊一聊，哎，今年呢，你们阅卷的状况啊，有没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啊，然后或者是比较特殊的啊，或者是很多同学都犯的错，或者是出现的一些什么问题，我就会跟他们聊。然后呢，那一次呢，106年那一年很妙的一点就是，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的过程中，我学长姐就说：“哎呦，今年就是一大堆都是三大节日啦，然后呢，吃喝玩乐共享亲情之乐，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些。”好，然后我们大家一边吃就一边笑，然后可是突然间呢，有一个学姐。好，有一个学姐就突然间放下刀叉，然后呢，然后就对着我们说：“诶，不过啊，我在阅卷的时候，我有发现，我有看到一张卷子，写端午节，好，写端午节，好，可是而且也有写到端午节吃喝玩乐，可是我给他六级分呢。好，我觉得写得很棒。诶，那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我们大家都愣住喽。”因为呢，其他的人都说，哎，今年就是一堆人都是写那个嘛，就是吃喝玩乐啊，共享亲情之乐啊。那为什么我的学姐突然间蹦出这句话呢？我们大家就愣住了。那我们就说，哎，那他到底是怎么写的？你为什么给六？那我学姐还补充说，哦，说我觉得写得很棒，我给六，而且我相信另一个阅卷老师也给六。
哇，我们听到这边就觉得不得了了耶！哦，竟然我学姐给他六级，他相信另一个阅卷老师也给六级耶！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哇，那到底是写了什么？到为什么你这么笃定呢？哈，因为你们在会考是双师阅卷，如果一个老师给你五级分，一个老师给你六级分，你还是六哦。好，可是如果两个老师都给六，那当然你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就是让阅卷老师完全没有挣扎、没有犹豫的，那当然是更理想的。好，可是如果一个老师给五，一个老师给六，你还是六啊。好，所以我学姐就说她给六，她相信另一个阅卷老师也给六。诶，哇，那我们就会觉得，那她到底写什么？你怎么可以这么笃定？好，那我学姐就讲了啊，我学姐就说啊，那她怎么写呢？她一样前半部就在写，跟那个她的就是。端午节，好，他们全家人坐在客厅，然后看着电视转播的划龙舟赛，然后一边呢吃着阿嬷包的粽子啊，然后反正就写说阿嬷啊前几天就包了粽子，然后呢当天呢一大早就在厨房里面，然后呢蒸粽子，然后我们一边看着龙舟赛，然后阿嬷就拿出把蒸笼，然后整个抬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拿着那个阿嬷蒸刚蒸好热腾腾的粽子，一边吃粽子一边看龙舟赛，好就反正就是写这一些，所以他一样有写吃粽子跟看龙舟赛哦，但是呢但是只写多少字呢？好，只写这样，来看一下粉红色的哦。只写这边我叫你画的1公分，那这个1公分左右到底是代表多少字？好，可见就是不能像这个嘛，感性类写这么多咯。好，不能像感性类写这么多哦。阿嬷包的粽子，然后你们吃粽子看龙舟赛，不可以写这么多，不可以写整个篇幅的1/4，而是只能写1/4哦。你有没有看到这边知性类这边？好，所以我学姐就说就是写这样的笔。那这样子到底是多少字左右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先来跟同学确定一件事哦，这个四分之一到底是多少字？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好，那现在我先问一个问题。各位同学，你认为啊，如果你今年想要六级分的话，你今年要会考作文，你要写多少字，你才有机会六级分？好，你要写多少字才会有机会六级？请你以百为单位，500、600、700、800、900、1000，到底要多少字才有机会六级？麻烦写个数字。好，大家写哦，你写错没关系，好，各位同学没有关系，你我们现在这个我都还没有告诉你哦，好，你写错哈，哎，有人写300、500、750、700、500、800、900，好，100，还有100，你是打错吗？好，那现在目前600、700，好像600的比较多，是不是？然后有一些写到800。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哈，哎，有人写600到700字，好，600，好像蛮多同学写600字哦，有人写400、550，好，没有关系哈，各位同学，你现在你的认知是这样，没有关系，但是你上完课以后要认知调整就好了，那这样我们上这一节课就有意义、有价值了。哎，那有同学写300哈，好，来，现在呢，老师。告诉你答案哈，你写错都没关系，因为我都还没有教你啊。好，那这里呢，我们现在来告诉你答案哦，各位同学，答案是800，那为什么是800？这个是有做大数据分析的。好，那这个大数据不是我做的哈，是台中某国文老师，他呢很用心，他把历届会考六级分样卷全部 download 下来，然后数字数哦，好，从103年的六级分样卷开始，好下载来数字数，每一年他都做这件事。那他103年只有公告3张六级分样卷，这三张六级分样卷他数的字数，平均这三张的平均字数。是接近800字，好，猪油103年，平均字数是接近800字，然后104年以后，每年的平均字数都是超过800字，这样听懂吗？108年以后，每年的六级分样卷平均字数都是超过800。最恐怖的是哪一年呢？最恐怖的是108年，清莹共居这一年，清莹共居这一年。公告了10张六级分样卷，这10张六级分样卷的平均字数是900字，
噔噔，有没有觉得很恐怖？900字，那你知道900字是什么概念吗？900字就是几乎2页都全满，而且每一张6级分样卷都是几乎写到全满，平均才会超过900字。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告诉你哦，第一页你们拿到那个会考考卷哈，会考考卷第一页不抄题，全部写满哈，就是一字不漏哦，就是每一格哦。好，全部写满是506。好，就是第一页只有506个。如果你有抄题目的话，是不是浪费一行？好，一行是几格？一行22格，这样清楚吗？一行有22格。那会考是可以不抄题目的，你要抄题不抄题都可以。好，如果你抄题目，是不是就浪费了一行22格？好，那当年如果是平均字数900字的话，几乎是2页全满，因为你去想嘛，一页是506啊，对不对？第一页全部，你不可能全部写满，因为你一定会分段嘛。那你有分段的话，你第一页写完绝对不会到500字，你第一页全部写完只会400多字，然后之后翻过来再写，然后要写到900字，几乎就是第二页也几乎都是全满的，这样清楚吗？所以108年真的。6级分样卷那10张真的很恐怖，那其他的呢？好，其他的历年的6级分样卷都是多少字？800多字，这样清楚哈。所以大概有这个概念。那为什么一定要到800多字才会到6级分呢？原因是因为要做到几个条件。好，那几个条件，第一，我先告诉你几个条件，你现在大概知道就好了。我们之后几堂课我都会教你，不用担心。第一个重点就是转折的设计，一个转折、两个转折、三个转折，它一定会增加字数。还有再来要描摹细腻。好，有同学问说，请问标点符号算在字数内吗？算进去，对，算。好，所以呢，来，你在写的时候注意哦。哎，等一下，黄思琪同学，我印象中你之前也有上过我高中的课，对不对？好，思琪，你之前高中国写班你有上哈，你的名字我还有印象。好，那这边呢，哈，标点符号也算哦，哈，总之就是几乎2页全满才会900字。好，那各位同学，总之就是我们至少要到800字以上了，哈，800。那800的话，就是第二页一定要过半。你第二页如果没有过半，是一定不会有800的。你如果只写到第二页中间，可能是700多字，还不到800，这样清楚吗？所以第二页一定要过半，才会超过800字。OK，好，那现在我们要来讲的就是800这个数字概念哈。那我刚刚有说啊，你要写到800字，就是转折的设计，还有描摹的细腻度。那之后我会教你们描摹，你也不用担心。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哦，记好哦，八百哦，我们先有800这个概念，所以。现在回到这里，我们来看800。我刚刚讲啊，我学姐说啊，那个学生有写啊，吃阿嬷包的粽子，然后全家一起看龙舟赛，对不对？好，就是粉红色这边只有写多少字啊？这边我刚刚是不是讲四分之一，对不对？这个粉红色的资讯类粉红色只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就是多少？200，对不对？所以你一样要写看龙舟赛吃阿嬷包的粽子，可是呢只写200字左右，跟这边写的600字左右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你资讯类的一样要从你生活情境开始写哦。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好，我学姐就说啊，那个学生啊就是。写这个吃阿嬷包的粽子，全家一起看龙舟赛这些，大概只有写200字左右。然后接下来呢，就进一步去写出蓝色这个。那蓝色的是什么？他就来，我们想一想，看划龙舟赛跟吃粽子这两件事情都跟谁有关？是不是跟屈原有关？所以呢，好，他蓝色的呢，这边呢就进一步写屈原的故事哦。所以就是透过来一边吃着粽子，一边呢看着。电视转播的龙舟赛，然后遥想过去的屈原，好的处境，好，然后于是呢，他就开始去写啊，哎，战国时代那屈原啊，好，他楚国那时候国君非常的昏庸，好，然后呢，治国无能就算了，而且还听信小人的谗言，把屈原一再的流放，对不对？从楚怀王，然后到顷襄王，一再的流放，从汉北，然后一路往南流放。所以呢，然后呢，即便屈原不在朝廷里，可是朝廷里面的一些小人，比如说靳尚啊、子兰啊等等的，一直不断的讲他坏话。然后呢，这个主子又昏庸，于是呢，
屈原一越来，就是被流放，越流放越远，永远见不到皇帝，对不对？然后呢，来这个屈原的故事，他去写出来。然后，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屈原之后就是楚国攻陷，楚国的白起带军攻陷，对不起，秦呐，哈，秦的白起带兵，好，不是白起，吴起，哈，秦哦，秦好，秦国的。好，秦国呢，好，攻陷了那个楚的郢都，对不对？然后呢，楚国呢，楚国攻陷楚国的郢都，于是好，于是我们这个屈原他，不忍看到宗庙，哈，楚国的宗庙被毁，于是他才跳汨罗江自杀。这个大家都知道。总之就是，我学姐就说，那个学生就是把屈原的故事，然后写出来。好，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蓝色的，就是知识性的内容，对不对？那尤其是他有特别强调屈原被朝廷那些小人排挤。好，那各位同学，你去想，屈原被朝廷的那些小人排挤，这是不是职场霸凌？好，就是他的职场，在职场上遇到这些小人，然后跟他不对盘嘛，所以他遭遇到职场霸凌啊。好，所以屈原的处境就是职场霸凌，所以。这里呀、啊，蓝色的字，他写屈原的故事，然后特别去强调职场霸凌这一件事。好，于是呢，接下来进一步呢，黄色的这一块就很重要哦。黄色这一块，他就进一步根据屈原的这个事情去思考，如果未来我也遇到跟屈原类似的处境的话，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面对问题处理的方法能力又是如何？于是他去思考。如果我在学校里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也许会先试着去找老师、辅导老师谈一谈，然后呢，让他明白我现在的处境，然后请他给我一些建议，我能做怎样的努力，以调整我的人，以调整状况，然后或者是去改善我的人际关系。好，然后呢，我会试着努力的去。尝试做看看，看能不能有转机。可是如果我可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可是依旧无法改善的话，那我又要如何调试我自己？好，如何调试我自己？所以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这边黄色的这里，我刚刚所讲的哦，其实就是在谈问题处理的方法，问题处理的能力。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想看的哦。好，所以。虽然你没有遭遇到霸凌，可是因为你看到屈原被霸凌的事情，于是你去思考，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状况，你的处理之道是什么？你能不能比屈原更高明？屈原是想不开去跳河，对不对？好，所以呢，那当然我们不忍心说他是 EQ 低，可是实际上呢，其实那个时代。有很多人遭遇，至少楚国的人就遭遇了亡国的命运。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屈原一样啊，想不开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好，所以留住自己的性命，也许未来还是有复国的可能啊，也许还是可以大有作为啊。可是屈原他就没有办法忍住，好，忍住那样子的羞辱，于是决定跳江。好，那。这边呢，我要谈的最主要就是透过屈原的这个故事，好，职场霸凌，然后呢，去思考，如果我遇到霸凌的状况，我的自处之道是什么？我会先寻求管道，然后去思考如何解决，然后我会努力去改善看看，这是不是面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可是如果我可以做，我在现实的状况下，我可以努力的我都做了，但是我依然没有办法改善，我就只好怎样调试我自己呀？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心理问题的解决？好，心理问题的解决。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从现实问题的解决到心理问题的解决，所以它是不是有两个层次的问题解决？所以这边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独到的见解，至少它可以超越屈原，然后去谈问题解决的能力，而且是更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解读。所以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这样的写法，它是不是就是前面先去写出你过去的什么？过去的经验，就是你过去全家人一起吃粽子、看龙舟赛，也因为这样的生活经验，然后于是让你想到屈原的故事，然后让你进一步去思考问题解决，这就是你在传统习俗里面所看见的
比较深入的东西，然后而且有所醒思，去思考你未来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你的作为是不是能够高明一点？好，所以这里这就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好，所以这边知性类我们用这样子来做说明。好，我想你就可以去对比跟感性类最大的差异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知性类的你没有办法蓝色的写这么多的话，那怎么办？可不可以？其实可以哦。如果你蓝色没办法写这么多，那你就黄色的多一点，你用更好的好来取代蓝色的，那当然可以。这样清楚我意思吗？所以知性类的，如果你蓝色的知识性的东西内容没那么多，没关系，你就黄色多一点，而且黄色多一点会更好。好，所以用更好的取代。没有那么好的，当然 OK 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边当然粉红色的也没有一定说一定200字啦，你这写到250，甚至写到300也不见得就不行啊。好，但是呢，这边是提醒你哈，比较建议的比例可能是这样是最理想，但是你稍微微调都还 OK。好，不是完全不可更动的哈，所以大家要有一些弹性哈，要保留一些弹性的空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顺便来谈一下，那既然这样。我们想一想哦，感性类的文章，我们画出来的线段图里面虽然没有蓝色的，可是如果你在感性类的里面有写出一些蓝色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比如说你在尝试这个部分，好，尝试这个部分大概600字，对不对？那尝试这个部分，你能够有一些蓝色的置入期间，当然会更好，因为你就可以让整篇文章有尝试、有知识、有见识。哦，因为你放入蓝色的会是更好的东西，那当然 OK。好，那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举个例来讲哈，比如说，那个从陌生到熟悉这个题目好了，从陌生到熟悉呢，好，也许你可以先去说，诶，本来你对于某个画家的画风是很不熟的，对，然后呢，你透过阅读好一些相关的介绍。然后呢，看他更多的画作，然后你找到一些共同点，你越来越能够掌握他的画风。好，那你能够去介绍这个画作，那是不是就是在你这个粉红色这个里面有带入一些蓝色的知识性的介绍？这样清楚吗？那如果你写的从陌生到熟悉，你写的是你跟你的朋友，比如说你跟你的同学，好，分班，你们到新的班级，好，你认识一个新的同学，你跟他本来不熟，然后从不熟，然后之后慢慢的变熟，诶，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完全的就是粉红色的，就是尝试，因为你跟你同学都不是名人。可是如果你是写你对于画作从陌生到熟悉，那这当然好就会是有带入知识性的，这样清楚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个粉红色的这一块，原则上就是过去的尝试，但是你可以在过去的尝试里面的取材带入知识性，那当然更好。好，就可以让文章有尝试、有知识、有见识。好，所以这边呢，先讲解到这里哦。但是呢，这个是最低的标准了，我们画的线段是最低的标准。好，那现在这边讲完了以后呢，来，我们现在目前截至为止，目前为止讲到这边来，请问各位同学，这样目前为止都理解吗？如果理解，诶，等一下，有同学问说粉红色和黄色的要写什么？诶，我们这边就有写啦。粉红色写过去尝试，黄色写未来见识啊。好，谢谢陈怡彤同学帮老师回应的哈。好，这那个张同学，你应该是比较慢才加入，对不对？你前半段如果没有听到，你之后自己再看回放哦，因为前半段真的很重要哈。好，那现在这边各位同学，目前为止都 OK 的，感性知性都听得懂的。好，请你写个 OK 好了，好，写个 OK，目前都听得懂的。好，那现在呢，应该都 OK 了哈，都 OK 了以后，我们现在接下来哦，最后一关呢，就是假设类的喽。好，假设类的呢，究竟是什么呢？好，我们假设类有点复杂哈，但是呢，我这边讲解哈，你仔细听，你应该都可以听得懂哈，不困难。好，假设类的有分两种，第一种是跟知识性结合的假设。好，那第二种呢？好，是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那这两种差别是什么？我们先来讲与知识性结合的假设。与知识性结合，它既然与知识性结合，那它当然就是文章要有知识性，对不对？所以文章一定会里面会有蓝色的。
可是这个画出来不会是跟这个完全一样哦。好，来，那我们先去想哈，103年面对未来我应该具备的能力。这个题目为什么是假设？因为未来就还没到啊，未来还没到，实际上需要什么能力？你怎么会知道？你可以从过去以及现在来做推估，可是到底未来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个能力？诶，那个很难说，我们只能去推测未来需要什么能力，对不对？好，那这个呢？你要推测的话，你绝对要跟知识有相关。为什么是跟知识有相关？我们现在先举例来说，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手机，好，手机的网络，应该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用 4G，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已经用 5G 了？我们有少数的人已经用 5G 了哦，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用 4G，对不对？好，那你去回想一下，3年前、5年前，你是不是用 3G？所以我们以前是用 3G，那现在多数人都用 4G，那你可不可以合理的去推估，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用 5G，对不对？也许2年后，我们几乎都是用 5G 了，也说不定。然后甚至之后会有 6G，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你如何去推估未来用 5G 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从 3G 走到现在的 4G 嘛，然后呢，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人用 5G，这个是不是就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然后呢，以及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知识，我知道现在网络好 4G 的发展是怎么样子，5G 的发展是怎样，所以你推估未来5G 好的普及率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是不是跟知识有结合？你一定要至少根据现在的知识来推估未来。好，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广告哈？那个广告呢是歌林冷气的广告，好，前阵子有播，最近又没再播了哈，大概半年前，好，一直疯狂的在播这个广告，那个广告是歌林歌林开冷气，歌林歌林关冷气，好，这个是广告台词哦，吼，歌林歌林关冷气，歌林歌林开冷气，所以就是声控电器，好，所以他就用声音去操控，叫冷气自己开自己关，不用用遥控器哦，所以这个就是声控冷气。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声控冷气了。那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家电可以声控？应该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未来会家里会有越来越多的家电是可以用声控的。好，所以你应该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推论，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推论？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有声控冷气了，所以未来可以声控电扇。可以声控其他的电器，好，叫电视关就关，叫电视开就开，这都有可能。所以，声控家电、AI 智能生活，未来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都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及现在的知识来推估未来，讲清楚吗？好，那既然要谈未来到底具备什么能力呢？当然是需要有知识性的。好，所以呢，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线段图这样画，麻烦你哦，一样前面1公分，好，画粉红色的，然后呢，蓝色跟黄色画成这样，因为蓝色、黄色它会怎样？后半部它就会几乎。好，一起出现。好，那我们在写说明，好，那个文章的时候，好，在说明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知识，再带入一些见识，都有可能哦。但是前半部还是依然要用粉红色的，也就是从你的生活经验出发，透过你生活经验里面观察到了什么。好，这个素养导向的生活情境导入，你生活中观察到什么？然后接下来你去推估未来哪些能力是重要的，然后为什么重要？你如何推估？然后说出理由，这一些就会兼采知识跟见识。所以我们这边线段这样画。好，那这里呢？好，这个是面对未来我应该具备的能力，好的说明。那我们后面会有具体的范例，会有文章。好，那个我们下礼拜就可以带着你去看好文章，那你就会更理解。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到这里。好，那接下来另外一种呢，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是怎样呢？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就是现在还不是真的，
可是未来有可能成真。好，比如说以前97年曾经考过当一天的老师，就是你现在是学生嘛，你去考试的时候你当然是学生，可是你未来想当老师有没有可能成真？有可能，所以这是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那他的写作能力展现哦，跟109年这个题目是一模一样的哦。好，我想开设一家这样的店。我想开，就代表我还没开，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假设你未来开这样的店，那你未来有没有可能开？有可能啊。好，所以这个是有可能成真的，所以这种就叫做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里，你就会知道，来，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就是现在还没发生哦。好，可是我可以假设未来如果发生，我要怎么做，对不对？好，那我想开设一家这样的店，那我先跟你比较一下。先帮你比较一下，有些同学只有得到三四级分的是怎么写的，然后再去比较五六级分要怎么写。好，那我们先讲三四级分的，很多同学在文章一开始，第一段，甚至在第一句就直接说，我想开设一家什么店，我要在店里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要如何装潢，如何摆设，我要在里面贩卖什么，好，然后我要提供哪些商品，提供哪些服务，好，因为什么样的理由，好，就这样子。噼里啪啦开始写，那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写行不行？这样子写看听起来好像没有不合理呀、啊。可是实际上呢，你如果一开始就从未来开始写，好，一开始就说我未来我想开什么店，我要在店里干嘛干嘛干嘛，这个就是从未来开始写。那你从未来开始写，你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根本都还没发生，你全部都是要凭空捏造、凭空想象。你开那间店，所以你大概写了四五百字，你大概就写不下去了。所以当年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写了四五百字就写不下去了，因为你想开怎样的店，好，你大概都就是没有办法写到800字嘛，好，因为你从未来开始写。那我们看了当年公告的六级分样卷以后，发现呢、啊，诶，那些六级分样卷哦，都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哦，共通现象是什么？那个共通现象就是没有从未来开始写，那个共通现象都是从过去开始写。那这个过去是什么？来，麻烦各位同学，你画这个线段，粉红色一半，黄色一半。好，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诶，老师，这个题目是要你写，我想开一家这样的店呢。那重点是在未来耶，对，没有错，重点是在未来。可是你未来为什么会想开那间店？一定是过去的你影响着你，影响着未来的你。你未来会做什么事，一定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好，所以现在这边我们来说明一下哈，为什么现段是这样？当年有很多张哈，没有到100%了哈，但是有我印象中有七八张六级分样卷，都是从过去好开始写，而且写很多哦。几乎写到一半哦，甚至超过一半哦，都在写过去，都在写过去。过去这边是到底在写什么？写你过去曾经去过哪样的店？好，那你知不知道当年很多人都在写开咖啡厅？为什么写开咖啡厅？因为呢，他可能过去去过咖啡厅，某个咖啡厅，觉得呢那个咖啡厅呐，哈，就反正当年很多人写咖啡厅或者什么复合式餐饮或者文创书店，好像这个蛮多人写的。好，那假设来，你会想要去，你会想开这种店，你一定是过去有去过这样的店或类似的店，或者是你曾经在电视里、电影里或报章杂志里面看过这样的店的介绍或报道。那你觉得，诶，这样的店感觉起来还不赖耶。好，就算你没有去过，可是你在电视里、电影里、报章杂志里可能看过。所以你会觉得，诶，如果我未来开这样的店，应该不错。好，所以你才会想开这样的店，对不对？好，所以呢，来，当年的很多六级分样卷哦，都是前半部，先去写过去我造访过怎样的店，或我看过好，电视、电影里面好，怎样的店，先把这样的店里面的装潢摆设，然后呢，特殊的风格。好，甚至里面卖什么商品，然后商品陈列的方式，全部具体的写出来。好，那这个都是过去，好，过去你去过的或看过的，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大概一句两句就去写到你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好，现在的想法，
好，有这样的起心动念的理由是什么？你大概一两句就可以写完。接下来就马上去写黄色这一块，就是如果我未来有机会开这样的店，我又要增加什么服务，或者是我要改良些什么东西，让这间店能够更符合我的期待。所以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发现，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针对你过去去过的、看过的这间店去做进一步的增删、增补、删改。改良，然后让这样的店更符合你的期待，因为毕竟过去你去过的那样店，虽然你觉得还蛮不错的，可是里面总是会有让你觉得还不够好的，你还想要调整的地方。所以黄色的部分就是你想开这样的店，你到底要增加些什么，然后删改些什么，然后或者是改良些什么。好，所以这边好是这样，所以。我想开一间这样的店，千万不要傻傻的从未来开始写。虽然它是假设未来为主，没有错。那你去看到这边的线段，黄色的，有没有看到？假设类的黄色的，的确比例比较高哦。注意哦，假设题型你在写未来的比例的确要比较高，没错。但是不代表你过去都不用写哦。好，所以结论就是，不管是哪一类，你一定要从过去。的尝试感性出发，只是过去的这个感性到底要写多少的篇幅是比较合理的？那你就要参考这边。好，我给你这个比例配置。然后呢，黄色的部分，不管是哪一类的，是不是也都要有？因为我们展望未来，就是要去让你去思考你未来的作为，你未来要怎么去做，或者是你未来面对问题，你会怎么解决？好。这些能力的展现，好，这些思考的内容我们要看到，所以不管什么颜色的，对不起，不管什么类型，一定是粉红色开头，然后黄色结尾，好，原则上是这样。那至于中间能够放入多少蓝色的，那就是自行斟酌，然后自行调整，这样清楚吗？好，那目前截至目前为止，都听得懂的，麻烦写个。四好了，一二三四的四，好，一二三四的四，截至目前为止都听得懂的，写个四哦，一二三四的四。好，那现在这样子大概应该还 OK 哈。好，那现在这边目前叫你画的这个线段，就是教你精准审题，好，看懂题目再问什么，不要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呢就噼里啪啦的，好写一堆，我。有看到有同学说，将缺点变成优点，算是知识吗？哦，将缺点，你指的是什么？就是，原则上不管什么题目，你能够改善过去的缺点，然后呢去调整，那这个其实应该算是见识，这个算是见识。好，好，那现在目前我们先到这里。好，那先到这边呢，以后呢，好，这个精准审题大家都看得懂。懂了以后呢，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往下讲喽。好，接下来讲往下讲哈。那接下来往下讲的这里呢，麻烦你哈来看一下，如果你有印讲义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讲义这里哈有评分哈、配分比例要点哈。那讲义的第一页的右下角里面，我右下角是不是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好，你去看到哦，审题。这个部分我没框起来，对不对？我红色框起来的才占分，也就是审题不占分。可是审题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好，我刚刚就在教你审题，而且是精准的审题哦。那精准的审题才可以让你有六的机会。好，所以审题虽然不占分，但是它是你要得到六积分的前提。好，要得到六积分的前提。那真正有配分的是什么？真正有配分的是下面的这些。如果你有把讲义印出来，麻烦你自己写上比例哈。如果你可以看懂题目在问什么，审题正确，你能够写出该写的取材，写出好该写的东西，然后立意思想能够阳光积极正向健康，你至少就可以拿到40%左右的成绩了。那大约就可以得到四积分左右。如果你的字数大概有400字左右的话，你大概就有四积分左右了。那因为你下面的结构、组织、遣词造句这些不可能零分啊，好，所以你大概可以做到
看懂题目，选择可以写的材料来写，就算不特殊也没关系。立意思想能够符合阳光积极正向健康的原则，这样就可以了。好，但是呢，你想要五六积分的话，真正努力的重点在下面。那为什么是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结构组织占20%，结构组织就是章法结构。那章法结构这个，我们下一次我们才会开始教章法结构。好，那章法结构能够让你写得快，而且清楚布局。布局的逻辑，别人在看你的文章也比较容易看得懂。那不是只有首尾呼应而已，很多同学都只做得到第一段破题，最后一段呼应，可是你中间脉络不连贯，会变得很突兀。好，所以到底要怎么去做？那这个就要从章法布局开始。好，再来就是遣词造句，遣词造句占30%，那这个30%很重要哈，原因是因为来，我们现在遣词造句简单来讲就是遣用什么样的词造出什么样的句子，叫做遣词。造句，那遣词造句这边等一下我会很用一个表格来跟你说明哈。那我们现在先简单来讲哈，比如说我现在造三个句子给你听。第一个句子，好，第一个句子是，我跟同学们碰到了。好，第二个句子，我跟同学们相遇了。第三个句子，我跟同学们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好，这三个句子，你有没有听出最大的遣词差别是什么？就是碰到、相遇、邂逅，对不对？所以碰到、相遇、邂逅，它分别就是4积分、5积分、6积分的遣词。所以我遣用不同等级的词去造出不同水准的句子，这就是遣词造句。如果你整篇文章里面大部分的句子都是遣用5级或6级的词汇来造句的话，那你整篇文章写出来一定是至少有5积分。好，当你审题立意取材没有问题的话，好，你只要遣词造句能够练得起来，那基本上一定至少有五了。好，那这个占30%。好，那再来错别字、格式、标点符号这边占10%。好，那这10%你请不要小看它，因为呢，这10%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你的句型的流畅，然后以及句型有没有变化。好，那我们首先先去看错别字。错别字这里呢，有些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们写会考可以有错字吗？可以，可以。但是呢，看你错什么字，还有你错怎样的字。好，那比如说像很多六几分的样卷哦，也有错字，而且呢还错超过10个字的也有。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他六几分样卷呢，怎么可以错超过10个字？你有没有想过，他如果可以写800多字，但是错了10个字，这样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他整篇文章8、900字，错10个字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何况，如果他写错的字是邂逅这种水准的比较难的字写错，根本完全无罪。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学只会碰到和相遇啊，连邂逅都不会啊。他会写邂逅，可是即便部首写错了，没有关系，他还是赢过只会碰到和相遇的人。好，所以这个错别字是看你错怎样的字，还有错的比例。那当然，如果你只能写一篇文章只能写400字，然后里面就错50个字，那当然不行啊。这样子句子都不流畅，因为每个句子几乎都有错字，所以重点就是比例的问题。如果是1000个字左右，8、900字的一篇文章，两面几乎写满的文章，你一篇文章错10个字，那是一点都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的哦。好，所以那个是不会影响积分的，这样清楚吗？好，再来格式这边哈，就是我刚刚有讲，题目可以不抄，可是如果你抄题目，一定要空4格，然后各段好。空2格，这个格式大家都很清楚。好，再来标点符号，麻烦各位同学，如果可以的话，你自己写笔记，麻烦你写破折号，好，画破折号，好，2格哦，破折号中间不能断，占2格，破折号，然后还有呢，冒号、上下引号，引起人物对话。好，人与人的互动，如果你可以用冒号，然后上下引号，把人物讲的话去引起来，好，把人物的互动用一对话的方式呈现。你的文章字数一定会变多，比直接叙述好来讲会比较多。然后再来是你人物的互动会比较活泼、比较立体。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物是如何对话的。好，所以会比较活泼，字数也会增多。所以请不要小看标点符号。那我为什么要特别去讲刚刚我所讲的破折号以及冒号、上下引号引起人物对话呢？因为破折号，好，第一个我们先讲破折号，它的效果是什么？破折号后面就是揭晓答案，
或者是破折号，它有转折之意，所以不管是转折或者是揭晓答案，都可以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或者是让人有情绪的起伏的感受。所以破折号麻烦要学着运用，很多六级分的样卷里面都有破折号，而且还一篇文章里面用不止一次哦。那我曾经数某一有一篇六级分样卷很夸张，一篇六级分样卷里用了10个破折号。那当然10个是蛮夸张的，可是我仔细读他的文章，他却用法完全正确，没有违和感。好，所以请你努力学着破折号的使用，因为它可以创造我们在阅读文章时候的惊喜，好，就是揭晓答案，或者是让我们的情绪更有起伏。好，所以破折号。好，那再来就是，就而且破折号你如果有写，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占2格。好，所以很容易被发现。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冒号、上下引号引起的人物对话。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冒号、上下引号引起人物对话，这个可以让你的字数可以增加，而且人物对话活灵活现。那为什么这个一定要练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这个？来看一下，看到这个哦，粉红色的，是不是要写你过去的经验？你过去的经验不就是你跟你的亲朋好友的互动相处吗？就算作文题目是独处，自己独处，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跟自己对话啊，自己跟自己 OS 啊。所以呢，对话是在文章里一定用得到的，好，因为你在写过去的经验，一定会用得到对话，所以麻烦你要用冒号、上下引号引起人物对话的方式呈现，这个可以让你的文章人物互动比较活泼，还可以增加字数。好，还可以增加字数。好，所以这边呢，好，先讲到这里。好，那再来就是，请你用黑笔把这个结构组织跟遣词造句圈起来。我们想要能够五六级分，我们真正要努力练习的重点，其实是在结构组织跟遣词造句。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同学，80成以上的同学都看得懂题目在问什么，能不能精准不一定，可是至少都可以知道题目在问什么，写一些相关的取材。好，然后立意思想不要偏激偏颇，大概80成以上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些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你也做到，这只是刚好而已。你要超越一般水准的学生，你要努力的重点是在结构章法，还有遣词造句。那为什么下面这个错别字格式标点符号没有呢？因为这个包含在遣词造句里。为什么？因为你看标点符号是不是在句子里？句子里，你的标点符号运用的越多元、越灵活，你的句子的变化、遣词造句的水准是不是会越好？然后你的错别字少一点，然后你的字能够用比较深难的字去写，比如说邂逅这样子的水准的字词，那这样遣词造句是不是就加分？所以其实这10%应该要加在遣词造句里。所以遣词造句不是只有30而已哦，是超过30的比例。所以我们真正要努力的重点是在这里，因为这个加起来超过60，好，就大概60%啦，好，就这样。好，所以这边你先搞清楚状况。所以我们之后后面3次课程努力的重点就会在结构组织跟遣词造句。那我们今天会先把审题第一句。哦，审题跟取材处理完。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来，机测会考多分重点有4大重点，4个面向。这4个面向是什么呢？来，请看哦。利益取材，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阳光积极正向健康，好，的原则，好，就是我们黄色荧光笔画的，好，不管是题目是什么，你都要符合这个原理原则。再来就是取材，取材的话呢，合题取材是基本条件。那如果你可以特殊又感人的话，当然更好。那各位同学，你在会考考试的时候，请不要贪心。如果你看完题目以后，你想了5分钟，实在想不到特殊又感人的材料，那就算了，直接放弃，你就写合题取材就好。什么叫合题取材？合题取材很简单，你就去看那个题目说明里面举的例子，它里面举的例子一定会有很多同学写类似的例子，好，甚至是一样的例子，那一些都算是合题取材。好，那这些合题取材，你绝对不会离题，对不对？你至少不要离题，然后有东西可以写就好了，因为你也想不到特殊的了。因为然后有一些学生特别要想去特讲特殊的，想了20分钟，
结果最后你这30分钟写，你根本就写不完，写不到800字嘛。所以请不要浪费时间，想超过5分钟，想不到特殊又感人的，直接放弃，赶快写个合体取材就好了。历年都有人合体取材得到6几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舍不得一人写阿公死掉，好舍不得得到6级，重点是他有没有办法阳光积极正向，好，这才是重点，讲清楚哈。好，接下来结构组织，好，结构组织的部分要做到前后呼应很简单，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布局完整、脉络连贯。那这个呢，下礼拜开始会教你，好，教你如何去做。好，再来就是遣词造句，遣词造句有4个层次，叙述流畅。好，是5级分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至少有5级分，你的每个句子，好，至少大部分的句子，整篇文章大部分的句子要能够叙述流畅。所以换言之，如果各位同学你在学校每次月考、模拟考，你的老师都只给你3，给你4，甚至更低的分数，从来没有给过5，代表你的文章里有很多句子其实是不流畅，只是你不知道。那等一下我会教你怎么去检视你的句子流不流畅。好，再来就是描摹细腻。如果你想要6级分，你必须要做到描摹细腻。如果你的文章没有任何描摹的点，你的文章很难6级分。好，那有一些题目，它有明确告诉你要描摹什么。比如说像109年，我想开设一间这样的店，它是不是很明确告诉你就是要描摹店嘛？描摹你过去曾经造访过的店，然后以及描摹你未来要如何去打造你的店，这是不是都要描摹出来？就是描摹店啊，所以题目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你要描摹什么咯。好，那有些题目没有告诉你要描摹什么，可是你要自己去设定你要描摹什么。比如说104年，考舍不得，对不对？舍不得这个题目这3个字根本没有告诉你要描摹什么，你就要根据你的取材去设定你要描摹什么。比如说，如果你舍不得的是妈妈工作好辛苦。好，我好舍不得。你是不是要描摹妈妈工作的样子？所以这是不是人物描写妈妈好工作有多辛苦？比如说你的妈妈是在你们家巷口的自助餐店的厨房，然后去帮厨房去帮忙洗菜切菜。好，所以也许你可以就是描摹出妈妈穿着雨鞋站在湿漉漉，好地整个地上非常湿，好然后呢，整间充满着油烟。湿气，然后呢，热气蒸腾的厨房里面，然后蹲在厨房的一角，穿着雨鞋，然后穿着围裙，蹲在厨房的一角，然后呢，在那边洗菜、切菜，好，不断的洗，不断的切，然后妈妈身旁已经有好几盆已经洗好、切好、待炒的菜，好，所以你这边是不是要描摹出妈妈的样子？好，喵喵的人物描写，以及这个厨房景物描写，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写的舍不得，是写妈妈工作好辛苦，你是不是要描摹出这些？好，那如果你舍不得的是眼前的这片海被污染了，你好舍不得，那你是不是要写出过去这片海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再去对比现在眼前这片海是长什么样子？于是你好舍不得，这不就是景物描写吗？好，那如果你舍不得的是你心爱的某个东西坏掉了、破掉了、裂掉了，所以你好舍不得。你是不是要仔细描摹那个东西？现在到底坏到什么程度，裂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就是物品的描写。所以简单来讲，有些题目很友善，直接告诉你要描摹什么，你当然要仔细的去描摹。所以109年，我想开设一家这样的店，他当然要仔细描摹那过去去过的店，以及未来你想开的店，要具体描摹出来。那如果像舍不得这种题目，就看你舍不得的是什么，你就描摹什么。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你文章一定要有描摹，那这样才会有画面感，读者才容易进入你的故事情境。这也是素养导向的写作生活情境的描摹训练的重点之一。好，所以这边呢先搞清楚。好，然后呢接下来遣词精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碰到相遇邂逅，不管你是在叙述或描摹，都要尽可能遣词精进。那我们等一下就会来看遣词精进是怎么回事哦。那修辞灵活这边你就可以用红笔把它删掉，因为呢修辞灵活在国中教育会考不是最重要的。你如果可以灵活运用各式各样修辞，当然很好，句型很有变化嘛。可是如果没有办法，其实并不强求，所以你不需要刻意去练好各式各样的修辞，不需要。
你唯一需要练的修辞技巧叫做摹写，听清楚，摹写，只有摹写需要练，因为你要描摹细腻，不管是人物或景物，你要描摹都要练摹写。除此之外，其他修辞不需要再练，这样清楚吗？好，那现在呢，这边讲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看到那个后面，好，这边如果你有列印讲义的话。麻烦各位同学，如果你有列印讲义的话，麻烦你翻到讲义第二页。好，讲义第二页。好，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哈这边刚刚这边讲完都 OK 的，麻烦你，这边有同学说什么？这边有同学留言说加前面的字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哈，题目，这不太清楚，同学问什么哈？加前面的字能解决。好，那很抱歉哈，那个这有其他同学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之后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课程平台留言区留言，那我再尽可能的去回复哈。破折号刚好换行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如果是最后一行最后一个一格，那你就最后一格画，然后最上面也要画，只能这样。那但是尽量不要啦，哈，尽量不要。好，那现在这边这比较细节的问题，我们先不处理哈，好，不然我们会来不及。好，来，目前为止都听得懂的举，请打写个三，一二三的三。好，目前为止都听得懂的写个三。好，那谢谢各位同学。好，来，现在呢，我们剩下10分钟的时间，来，我们现在就要赶快把遣词好的练习教你怎么练哈。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哦，密密麻麻的，你可以看一下哈。这里如果你来不及抄，你先不要抄，你到时候直接拍照截图好就可以了。好，那你之后再补到讲义上就行了哈。那这边我会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前面有花了一点时间在介绍4个礼拜的课，所以有浪费一点时间。好，进度有点慢，那我这边会讲快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遣词用字比较表，比如说。来，四级分大叫，五级分大吼，六级分呢？六级分是什么？咆哮嘶吼。好，咆哮嘶吼。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五级的字稍微难一点，对不对？大叫到大吼，然后六级是不是咆哮嘶吼又更难了？笔画也更多了。好，那这边是这样。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哦，哭，五级分，哭泣、饮泣、流泪、落泪。那六级呢？啜泣。那我现在造个句子给你听，如果是四级分的话，他一直哭一直哭是四级分。那如果是五级分呢？他不断哭泣，他不断流泪，他不断落泪。好，这个是不是好一点？好，五级。那六级呢？他啜泣不止。好，所以啜泣不止就是六级。好，那再来下面这个碰到相，就是遇到相遇。好，然后邂逅，这个是我们刚刚举过的例子。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大叫哭遇到这几个字？好，这几个字都很简单，笔画少。然后呢，五级分的字笔画似乎稍微多一些，但是笔画也没有多多少，只有像这个大吼的吼有笔画比较明显，比较多一点。可是这个流泪、哭泣啊、巧遇啊，跟遇到好像笔画没有多多少哦。好，那但是呢，六级分的就很明显哦，笔画就多很多。而且呢，字明显就比较难了，对不对？应该有感觉，对不对？所以四跟六有很明显的笔画多少的差异，字深难的差异。好，那我们大部分的遣词，好，四五六级分的差异是像这样子，大部分原则上只要是笔画多，字难写。原则上都是比较深难的字词，好，原则上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有例外。好，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例外。看例外之前，我要先讲一下，你知道四级分的这一些大叫、哭、遇到，这个都是你国小几年级就学过的吗？是你国小低年级。五级分的是中年级所学的，六级分的才是高年级或者是高年级以上，好，国高中的遣词。所以如果你的作文平常国文老师只给你四级分，代表你的中国语文表达能力在遣词造句这一个部分，你就只有国小低年级水准哦。好，虽然我这样讲很，就是可能会刺伤你哦，可是老师讲的是事实哦，所以你要想办法好让你尽可能好多用五级六级的遣词，好多用五六级的。好，那等一下我会一步一步跟你说明哈，然后讲解给你听就知道。好，那再来我们要看特例的哈，特例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边脸，五级分脸颊脸庞，
一点加点旁字就已经很难写，对不对？那六级呢？你还想得到更难的字吗？你也许就想不到了。所以六级分，它可见六级分的前词可能就不是字很难，而是比较有意境美感，比如说容颜。好，那我现在造句给你听，你就会比较得出来哈，差别在哪？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容颜笔画，好，比脸旁的旁有没有更少？而且脸旁的旁比较难写，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容颜是六级？因为它比较有意境美感。好，那我们现在造句比较出来会更明显。四级分的，我的嘴巴亲到他的脸，四级分。好，我的嘴巴亲到他的脸。那五级呢？我的双唇亲吻他的脸颊，我的双唇亲吻他的脸庞。好，这样子有没有好很多？嘴巴变双唇，亲到变亲吻。好，那再来六级分呢？我的双唇邂逅了他的容颜，哎，有没有感觉更有美感了？所以这个就是四五六级的造句的比较，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差异。好，再来下面这个例子，好，不好意思，好，我们说不好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拍谁的意思。如果你是写歹事拍谢，直接用从台语直译，那这个是更差的遣词，因为它是口语。所以，请你不要在文章里写出这些口语，好，因为这些都是遣词水准好更差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五级分的呢，我真的觉得对他很 paisei，就是什么？我真的对他很抱歉。更好一点呢，我真的对他无比愧疚，我对他感到十分惭愧。这样是不是又更好？好，有自责到心坎里的感觉。好，那再来呢？下一个来棺材，五级分棺木，六级分甚至棺椁灵柩。那现在造个句给你听哦，比如说，如果四级分的话，我看着阿公的棺材一直哭，一直哭。好，这个是四级分。那如果五级分呢？我注视着爷爷的棺木痛哭。好，六级分。我凝视着祖父的灵柩，痛哭失声。哎，你有没有觉得有明显的差别？好，光是阿公、爷爷、祖父在称谓上，好，就有口语跟非口语的差别。然后呢，我们那个看着、注视、凝视，你有没有发现注视是不是就比较专心了，专注的看？那凝视呢，不但专注，还带着感情。好，所以是不是还是不一样的？一样是看哦。好，可是那个感情以及字的深难度、字的语义还是有所不同的。好，所以这边这样照给你比较一下。好，那再来，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就是 never 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写 never。好，在中文写作，请不要写任何外国语文字。好，那现在这边从来没有 never 的意思就是不曾从不，或者是未曾从未。那可以把四个字浓缩成两个字，比较精炼的。那就浓缩两个字，好，虽然一样是简单的字，可是你可以用两个字，你就不要用四个字，因为这就是冗赘，从来没有，不好意思，这都是冗赘，这样清楚吗？好，这个不是四字成语或词语哦，这个就是冗赘。好，那再来就是天真的想，那这天真的想这个的，我特别用蓝色的字，原因是因为这是错字，实际上应该是地上的地，用副词才是正确的。好，所以那这但是现在一字多音审定表已经说。好，那个副词的的，你写白的的，写这个的，也可以。好，但是我个人不认同这件事啦。好，所以你可以副词、形容词分清楚更好，因为这个想是动词，所以前面应该用副词去修饰，所以应该是地上的地。好，那现在先不管它。我天真的想一步登天，就是我笑想一步登天，这是口语，当然更差。那好一点呢，我妄想一步。登天，再好一点，我痴心妄想一步登天，是不是又更好？那再好一点呢？我觊觎一步登天，所以这个觊觎两个字，好，深难，好，比较深难，好，然后又就是比较深难，好，然后呢又可以表达妄想、笑想的意思，是不是就更好？好，笔画多，字深难，这就会更好、更精炼，好，这就是精炼用词。好，那再来，像有些同学可能会讲。高兴到不行，开心到爆炸，爽到翻掉。那这里呢？这些口语请不要用在文章里。也许你觉得开比较幽默，比较有趣，但是这些都是遣词的沉沦，所以请你去排除。好，那高兴到不行，五级分可能会兴奋不已，六级分可能就雀跃万分，有没有感觉就更好了？所以透过这边，你应该就很清楚四级。
跟六级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别？那如果你想要六级分的话，你需要整篇文章里都是六级的遣词吗？其实不需要，你至少要让你的文章有五的水准，遣词水准有到五就可以了，然后偶尔有一些六的遣词，这样就行。这样清楚吗？好，所以你至少要多用五级的，能够有多一点六的，当然更好。请不要整篇文章都只有四的这种水准，好，不然的话，你不管写什么，不管怎么写，你都没有办法六级分。这样 OK？好，那现在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现在来看遣词造句比较表。好，那现在各位同学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时间是21:27。好，那我大概会 delay 5分钟才会结束，所以我大概还需要8分钟左右。好，我们会大概9:35才会结束。好，那我们这边把它讲完。好，那现在我们先讲比较一下遣词造句比较表哈，这样你就会很清楚。来，晚上很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读书很无聊，这是四级分的句子，你觉得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那就代表你蛮有问题的哦，因为这个句子非常的冗赘。哪边冗赘呢？尤其是最前面这里，来，晚上很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很晚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深夜、半夜、凌晨、三更、午夜、子时，是不是都可以？所以你明明就可以用两个字去代表晚上很晚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废话、废话连篇，好写这么多字呢？所以午夜、深夜、好半夜。子时都可以啊，两个字就好。好，自己一个人就是独自一人，好，独自一人或孤身一人，好，孤单的孤，孤身一人也可以。读书两个字不用改，很无聊哦，这三个字真的蛮无聊的，对不对？先教你很怎么处理呢？很你可以把它改成非常、十分、相当、极度。所以很无聊就是非常无聊、相当无聊、极度无聊、十分无聊，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一点？那再来这个无聊这两个字，其实已经。蛮难的哦，已经可以接近五级分喽。可是"无聊"这两个字没有任何美感，所以我们依然把它放四级分。无聊、枯燥、乏味、无趣都没有美感，都是四级分。那五级分到底无聊要怎么写呢？我们就要无聊到心坎里，无聊到有意境，那这个才是高档的无聊。好，所以晚上读书无聊的感觉是什么？也许就孤单、寂寞，对不对？寂寥，好，那这样会更好。好，孤单、寂寞，它就是五级的水准，所以五级可能就半夜独自一人读书，相当孤单寂寞。这样，你有没有发现五级的句子就没有冗赘，而且呢，甚至呢，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好，淡淡的哀戚，是不是更有意境的美感？好，所以五级的字不一定很难。好，不一定很难写，但是没有冗赘，没有废话，而且有美感。好，这是五级。那孤单寂寞其实可以再浓缩哦，孤单加寂寞就是孤寂嘛，所以孤寂就是六级。好，六级分的遣词了。好，再浓缩就是六级了。好，那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六级的遣词造句。好，遣词造句到底要怎么去写呢？六级的遣词，好，各位同学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叙述流畅是五级分，对不对？所以这五级分是叙述流畅。那六级分要怎么样？要描摹细腻，好，要描摹细腻。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描摹细腻呢？好，要怎样才可以描摹细腻？就是要用具体的情境来描摹。所以具体的情境，我们想一想，如果晚上读书，好，晚上自己一个人读书，好，自己一个人读书很孤单寂寞，好，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写出你具体的情境？当然是要用你的感官先去观察一景一物。所以晚上读书很无聊，然后呢，大家都去睡了，电视都关了，你们家左邻右舍的电视都关了。这个时候，你用你的感官去观察周遭的景物，你的感官最敏锐的是不是就是听觉？可能一些细微的声音，你这个时候都听得到，因为大家都去睡了，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一些细微的声音，比如说不知名的虫子的叫声啊，好，或者是那个水龙头水没有关好的滴答声啊，好，那甚至我学生就讲说，诶，蟑螂在考卷堆里面爬的声音啊，好，那所以总之我要讲的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声音。是你平常家里可能大家还没有睡的时候你听不到，可是呢晚上读到很晚，大家都去睡了以后，你就可以听到一些声音，对不对？那你听到的这些声音，注意哦，你听到的这些声音，你要去选择哪些适合写，哪些不适合写，选择的
条件第一个正确性，因为是观察模写，你要写正确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要有意境美，你要营造出什么样的意境，你就要用适合的材料来营造。好，所以听觉，好，也许你可以听到不知名的虫子的叫声啊，好，也许你可以听到自己的翻书的声音啊，自己写字的声音啊，这个都还 OK， 对不对？好，所以可以听到某些声音。好，然后呢，你另外一个会启动的感官是什么？就是视觉，因为你要看书嘛，你眼睛一定会看张开来啊，那你会看到什么？你可能会看到书，会看到文具用品，好，看到你桌上的铅笔盒，可以，然后抬头可能会看到台灯，这一些都是最基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好，那所以这里呢，来，我刚刚讲的视觉跟听觉，注意哦，我们在观察摹写的时候，你不用贪心，你不需要把视听嗅味触五感全部都写，你其实只要视觉摹写，再加上另外一个感官感知，就可以写得很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听觉跟视觉，我们只要用这两个，这个句子就可以写得很有意境，很有画面感。来，请看六级分，也许你就可以这么写：寂寥深夜，唯有长灯疏影相伴，连昆虫的鼾声都止息了。所以这里你有没有看到，我用唯有长灯疏影相伴，好，这个是视觉，对不对？我只有看到书跟灯陪我，这不就是独自一人吗？对不对？独自一人吗？好，所以就是只有灯跟书陪我，就是没人陪我嘛，就是我自己读嘛，所以唯有长灯疏影相伴，用视觉来写独自一人读书。好，那再来用听觉来写什么？写相当孤单寂寞，所以连昆虫的鼾声都止息了，所以呢，我连昆虫的鼾声都听不到，这不就相当孤单寂寞？感觉方圆800公尺，好，然后都没有人，甚至连一只虫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是不是非常孤单寂寞？好，那这个鼾声就是打呼声，止息就是停住了。可是我不写打呼声，我写鼾声，是不是字比较深难？止息就是停住了，可是停住了三个字比较容易对废话，可是止息就精炼了，而且比较有美感，所以我写止息。所以你有好的意境，也要有好的遣词，那这样才可以相得益彰，互相加成。好，所以这个就是描摹细腻，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四级、五级、六级是不是有截然的不同？好，四级就像聊天讲话，五级分就是什么？五级分至少已经像是有读过书的人，叙述流畅了。六级分不但叙述流畅，而且还有画面感。注意哦，写出画面感就必须透过具体的观察描摹，而且透过具体观察描摹，字数是不是就会变多？这样清楚吗？好，所以这个就是遣词造句比较。来，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测验哈。好，简单的测验，麻烦你告诉我哈，从上到下有三段文字，等一下告诉我这边答案是几级分哈。来，第一个，月考前我日以继夜的读书，终于如愿考出好成绩，十分开心。月考前我披星戴月，逢高济国的努力，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考出理想成绩，令我雀跃不已。月考前我一直读，一直读，后来考得还不赖，爽啊！请问这边分别是几级分呢？好，麻烦写答案写在留言区。从上到下分别是几级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家写的哈。五六四，对不对？非常好，来，答案就是五六四，没有错。好，来，有人写五六三也算你对，为什么？因为呢，来看一下老师这边的答案哦，四以下。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四？我写是几分，有画一个箭头哦，四以下。所以就是，如果你整篇文章里面你不小心写出一句还不赖爽啊，也许你其他写的还不错，好，那你还可以勉强在四级分。可是你如果整篇文章里有太多这种口语，你就会降到四以下，这样清楚吗？好，所以请不要在文章里出现口语的状况。好，那这个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子你就马上，你就会阅卷了，对不对？你一看就知道，哦，这是几级分的遣词。所以我们在阅卷的时候，其实看你文章的前面大概四分之一，第一页前面四分之一读你的句子，我们就会知道你大概有没有五六的机会了啦。好，你前面的遣词如果水准不够好，你后面只会更烂，不会更好。好，那接下来重点是，哎，很抱歉吼，各位同学，我还需要再给我四分钟，我们讲到9:40哈，我现在把这边教你哈，要怎么练遣词，很简单。好，你不要觉得很难哈，我现在教你怎么练。你现在看到这个四级分的这个句子，这件事让我到现在想到还是很难过，很心痛，很气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种，连向他说对不起都不敢，我真是孬种。这个孬还写成 Y。
好，那四级分会把闹写成 Y 是很正常的，对不对？那我就让我的学生怎么练？我要我学生把四级改成五级，改成六级，我就是不断的给学生这样练。那现在我教你怎么练哈。好，比如说这件事，是不是这件事是不是可以？你就这件事就是此事，对不对？然后让我就是使我令我到现在两个字就是至今。来，你现在一边想哦，到现在是不是就至今？想到就是忆起，回忆的忆，忆起还是？好，仍然、仍旧、依旧，哪一个比较好？当然是依旧比较美。好，很难过、很心痛，刚刚前面是不是教过了？很是不是可以改成相当、十分、非常、极度？所以很难过、很心痛，你至少就十分难过、相当心痛，不要重复。可是如果你知道难过、心痛的四字成语或词语会更好，比如说锥心刺骨啊、撕心裂肺啊、痛彻心扉啊、心如刀割啊，这样更好。可是如果不行，你就至少很难过。至少十分难过，相当心痛。好，那再来，很气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种？很气自己，也许你可以改成自责自己、埋怨自己、责备自己、怨叹自己、悔恨自己、怨对自己都可以，懊恼自己也可以。好，所以我们挑一个，比如说懊恼，哈，字比较难写，懊恼自己。为什么就是为何两个字比较经典，为何这么就是如此？好，那没种呢？好，那我之前在有些学校上课的时候，有些同学跟我说属辣，那你自己去想啊，你前面改了半天，懊恼自己为何如此属辣，那这个属辣是不是就全毁了？所以千万不要前功尽弃，遣词造句好，也会因为一颗老鼠屎然后毁掉整个句子哦。所以这里呢，懊恼自己为何如此，然后这边没种要怎么改？有些同学可能会讲说没胆，好，没胆也 OK， 但是再好一点呢，也许就好，也许就可以改成，懦弱或怯懦，是不是更好？好，那懦弱、怯懦字是不是比较难写了？好，那再来，连向他说对不起都不敢，改成连向他表达歉意都不敢。我真是什么？好，真是属辣吗？如果是属辣，那又毁了，对不对？所以，既然你前面是怯懦、懦弱，那你后面就可以我真是懦夫，这样就 OK。像这样子，就是直接把遣词改成六级分了。所以这样难不难？其实不难。所以现在教各位同学怎么做，麻烦你们回去以后，你自己好，这个礼拜哦，好，在下次上课前，我建议你自己回去找你的那个之前写过的考卷，好，就是月考或模拟考考过的考卷，你自己拿三篇出来改，怎么改呢？好，因为你是用考试的时候你用黑笔写，对不对？你现在就用蓝笔，好，蓝笔去圈，比如说这件事，你就用蓝笔圈起来，写此事两个字在旁边。好，那依此类推，好，所以每一个句子，你就是两三个字词，两三个字词圈起来，用蓝笔圈起来，然后去写比较好的字词上去。好，那这样呢，你改了三篇，注意哦，至少改三篇自己以前的作文。你一边改，你一边就会觉得天哪，以前我怎么会写这种烂句子，怎么这么多冗赘废话。好，你今天上完课以后，你今天明天你找时间去改，你就会发现哇，你可以去改出蛮多的。那改了三篇以后，你的遣词就算没有办法到六，你至少大概也可以到五，你至少就不会像你过去这么冗赘废话了。好，这个是第一种练习方式，然后再来教你第二种练习方式。第二种练习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之后回到班上，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下课时间你听同学聊天或跟同学在聊天的时候，你就去听同学讲的句子哈，是讲什么？同学讲的句子，你就想一想这个句子是几级分的句子，是四级还是五级还是六级？如果同学讲的句子不是六级的句子，而是三级、四级那种烂句子的话，你就想一想那个烂句子要怎么变成六级。好，你自己在脑袋瓜里面翻译。你一直不断的利用下课时间听同学讲烂句子，然后一直不断的去你在脑袋里面一直去想怎么翻译成六级的，然后你去告诉他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句子只有几级分，然后我告诉你六级的要怎么讲。这样子你不但是帮助同学，你也在帮助自己，因为你脑子有在动，你的脑子里的词汇就会活化，你就可以把你本来就会的那些五六级分的词汇找回来，这样清楚吗？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到一个月后的会考前，这样你的词汇就会活化在你的脑子里的里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课程就讲到这边。好，那
现在呢，这边课程上到这里哈，那我们再次好，再次的说明一下哈。如果你先前好比较慢进来的同学，麻烦你来现在看到哦，我们今天的课程进度到这边到审题遣词造句结束，接下来我们后面的好三次课程，麻烦准时上来上，准时上线，否则我们会讲不完。好，那我现在看到有同学有问题说，请问建议看同。统测的写作内容吗？你可以看，但是你看统测，你看统测的写作内容，但是你还是不会写啊，这样没有用啊。哦，不是去看统测的写作内容就会写，看统测写作内容你会知道方向。好，它可能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方向，有一些趋势，但是它其实没有必然的相关。好，而且也通常不会考同样的议题，所以重点是你要学会要怎么去写，而不是只是去看哦、今年有可能考什么，会不会跟统测很接近？其实你就算知道很接近，你还是不会写是没有用的。所以重点是你要知道题目题型的判断，然后怎么去写。好，所以可以看，但是你看的不代表就会啦。好，那我看看前面同学有问什么，好不好？会被排挤吧？好，这边不太清楚你在问什么哈，那我们这边就不予回应哈。那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好，有其他问题的话，建议同学你们可以在下一次，好，下一次你可以啊、我们在上课之前，我大概在上课前十分钟就会提早上线。好，那你到时候那个时候你也许开麦克风问，也许会更清楚，或者是你在我们的那个课程的留言区留言，那我也会回复你，好不好？好，那因为课程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兼顾到所有同学的随时的一些问答哈，真的很抱歉哈。那但是也非常谢谢同学的参与，也许你目前有些疑问，也许会在后面的三周课程得到解答。只要你这三次，好，只要你这后面的三次也都有参与的话，我相信好，你的问题可能会一步一步被厘清。那至少我们今天先解决审题精准的问题以及遣词造句的问题，你们可以开始先练遣词，让自己至少能够有爬到五的可能性哦。